大家好，早大家好。我是今仔高雄市议员陈若桂，我到一个高雄市啊来市场，甲大家平安问好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好。大家欢迎你，我叫小林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叫小林，咱高雄市长就转移困难，咱陈若桂到一个高雄市啊。恭喜喜发，平安平安，来支持你们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恭喜喜发，大家好，咱客家本人一家，咱大家恭喜喜发，平安平安。陈若瑞议员的推动之下，咱今日台声很好，大家高赞，大家高赞。前面有三名车尊本人，是咱陈若瑞议员，黄少廷议员的陪同之下，来遮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高兴。谢谢大姐，谢谢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好，咱各位大哥大姐，咱头家头家娘，大家高兴。今天有跟你们分享，今天是咱黄少廷议员、陈若瑞议员的陪同之下，来甲大家请安问好。